你是来找我跟我看电视来了是不是？啊，我这52寸大电视，怎么样？母亲住这儿了，你怎么还粉红色的墙啊？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粉红色，我特地昨天把墙刷成了粉红色。你瞎扯吧你！行吧，那你我不打扰你了，你赶紧叫车走吧。行。吃饭没呢？赶我走呢？你就吃饭没呢？我啥吃饭没？我下次不是请你吃吗？啊，我没吃呢。Hello， 我现在在家里，然后突然来了一位。今天打过招呼。你这次好不容易就是预约到了。我那个里面做客干啥了？今天找你来录客，因为大家都在催我说要发我的福利。不行，没有钱绝对不行啊！没有钱，请你吃饭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跟别人说没给我钱，这样别人也来打我。哦，对，我那你要录什么歌？录那个儿歌。哎，我推荐你一首歌。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。想录一首翻唱是吧？是，小问题，只要钱到账，我觉得所有都是问题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们轻易需要钱吗？哎，那你最近忙吗？忙啊，你忙，你挺忙是吧？是，但是我不太忙。现在不是大环境不太好吗？你大环境，就是整个这个行业大环境，你没受到什么影响是吧？我没受到。可能就是影响到我了。哎呀，自己没能力就说没能的，大环境，你怎么你到哪都大环境不好呢？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。你怎么一打开声音跟我说话这么官方呢？那不一样，话都变这么官方了。把你当成记者，把你当成记者就要艺考，要准备演唱会。艺考，也今年期望的院校是，三大院校中的一所，但是不方便透露。考上哪个再说我，其实我想考上这个学校。我最近演唱会刚开完，演唱会挺厉害，怎么没叫我去呢？不是怕你太远吗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给我一张票，然后我卖掉。那演唱会，你们的演唱会不得40-50人呢？哎呀，你们粉丝别千万别打我啊！我就是喜欢跟你开个玩笑。对，你懂不懂我幽默？对，你都红成这样了，没有那个《乡村爱情》没邀请你吗？《乡村爱情》著名电视连续剧，没有是吧？我得到邀请了，但是我在考虑去不去。乡村爱情是一个相亲节目，刘能你知道是吗？问你啥来着？哎，咱俩合作那个舞台都已经过去几个月了，半年了，半年了，有没有想念那个舞台？哎，没有，但是创造营里面就是我印象最深的 Relation 啊，老四也来过这里，老肖也来过这里，老肖跟老四都问我，我觉得他们两个谁跳的更差一点？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？那他们待会儿。看这个怎么办？这个不怎么样。但我觉得呢是有进步。哎，所以你为什么想录歌就来找我呢？还不是因为不用花钱，不是因为我专业，不是因为我音乐上的才华受到你的肯定吗？我觉得你待会给我录的时候肯定偷懒，只要钱到账，我跟你说都没问题，好吧？行吧。我今天其实想录一个，就我想录一个我之前比较有意义的歌，然后这个是我。进公司面试的时候唱的什么歌？唱那个看月亮爬上来。看月亮爬上来会唱吗？会，熟练是吧？ OK， 我钱得到账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开干吧。开干、来吧，干吧。那我怎么录呢？我今天录就是我自己假装唱一遍就行了。假唱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你自己相信我吧。行，准备。等一下，开始。你真假唱啊？好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
录完了，录完了，录完了，你夸我两句。我夸你两句，是我夸太肉麻了。你夸我两句，我怎么夸你？这样说呢，是个非常好的人。走点心，你就装我现在不在。你要听吗？只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是，对，大家有什么什么事情啊，比如说录音方面的或者是制作方面的，大家可以找邓亚坤老师。邓亚坤老师非常拼的，然后我给他的特别多的资金，2000万哦，够了。你这口才也不行啊。那我不擅长说话，你不拍张照片吗？你夸我两句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好，我们坐到底又一部剧的导演作品，给你这个影像的给你承包了，紧张吧？然后费用我们另算。那我不知道了。没你好，一共就一个男主，没有你好，挺可惜的。你打钱了。